我们今年的一个主题是多结果子，也要结出那个永存的果子。然后新的一年的开始，要结果子，必须要先更新，再更新，从心里面来改变。然后我不管环境如何，我们的心境就随着就可以不管环境如何的艰难，但是因为我们的心定义改变，就是跟随主，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每一样，都不是徒劳的，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虽然有时候我们目前面对了许多的艰难环境，但是相信这个主正在雕塑我们，成为日后让我们这个器皿呢更加的健壮，为主所用，而且日后可以成为多人的帮助。好，我们今天改变心，这个心，我们的心要成为一个沃土，这个沃土就是能够让自己、让别人得着益处，也让神得着荣耀的哈。这个生命的话语，就是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发出，能够长苗、发苗、成长、结穗，正是可以让神收割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进入我们的主题里面呢，这个撒种的比喻，刚刚已经有读过了。撒种的比喻呢，里面呢有几种土地，四种土地哈。图片上面的哈，第一个是什么？路旁的哦。先讲到耶稣一个比喻里面，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啊，撒的时候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落在土浅石头地的人发苗最快，这个大家有经验嘛哈？有人种菜的哈，哎，牧师最近也是在菜园里面种了两篮，还有那教会门口呢好多盘哈，土浅浅的，没有压力，泥土埋得不够深，所以它发苗得很快，但是它是石头浅地，根就没有办法扎到石头里面的哈，所以风吹雨打啊，日头一晒。啊，就很快就枯干了，这个大家都很明白的哈，很没有根哦，根长得不够透彻，不够深哈。哦，好，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就结不出来了哈。好，这个杂草丛生呐，杂草已经茂盛，到最后你都没有看到到底你在种什么东西哈，只有杂草一堆而已，因为主要的，你种了什么苗？苗子已经被掩盖住了哈，这个大家都很有经验的。还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60倍、30倍的哈。这个同时呢，这个经文记载里面呢，同时呢有什么？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同时记载着这个耶稣的比喻哈。所以这一个耶稣讲特别呢，耶稣常常用许多的比喻。那许多的比喻里面呢，这一段撒种的比喻，他讲得最清楚哈。不但比喻完毕之后，后面还有更加的详细来解说哈。好，我们再看一下哈。耶稣呢，比喻完毕呢，他又解明撒种这个比喻是什么？不同的心田有不同的人生哈，不同的心啊。我们来看一下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啊，刚刚所读的是路加福音。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了什么呢？好，马太福音里面讲说哈，所以好，我们再来念一次好了哈，一起来第18节来。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的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了遭了患难，就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在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倒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了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好，耶稣
比喻完毕，马上解说，这是什么呢？哈，马上解说，这个四种的新田，哈，这个新田就是比喻说土地上面，耶稣在比喻的时候不是用预言，哈，预言可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耶稣所比喻的就是当下。大家都很明白，都很看得清楚的，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大家所熟悉的，相信呢，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的时候，也都很明白，哈，好，第一种的呢，就什么，人听了这个，撒在路旁的，就是听道理听得不明白了，哈，不明白，这里讲到不明白，说实在的。许多人都是不明白的，哈，这里的原文有的用意是翻译是听了不去执行的，也是一种，哈，通常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是，哈，也是不明白，糊里糊涂的觉得很好，哈，就信了，哈，这个也有，好，所以呢不明白的那个不明白的上帝的话语没有放在心上的，这个上帝的话语就随意就那恶者那个撒旦就拿走了，就没有了，空了，哈，好了，石头地上的呢是什么？短暂暂时的，哈，一发苗遇到了这些灾难的时候或逼迫的时候一样的困难的时候，哎，马上就枯干了，哈，还有呢，荆棘里面这个呢？被挤住了，就是今生的这个私利各方面钱财的诱惑，什么也被挤住，没有办法结实的，只有撒在好土里面，听了明白又去做的，听了明白听到行道，啊，这个才有办法结实，这个是好土，啊，所以呢这个耶稣里面讲说听，耶稣说什么，哦，这一句话太重要，来一起来读好了，有耳朵听的就应当听。好，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哈，又讲了说，耶稣比喻完之后呢，就大声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还大声的。好，那耶稣为什么要用大声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场景哈，想一下这个场景，耶稣并不是在室内对很多人哈。当下有门，刚刚我们看的有门徒，还有呢很多的人，那很多的人从各城各乡都聚集到耶稣面前来，当中门徒还有很多外国人也都来了，各城各乡的，当中呢还有法利赛人，还有圣殿里面服侍的祭司、文士，通通来了。好，这么多人，所以在当中呢，很多人拥挤耶稣的时候，耶稣呢，甚至呢，连站的地方都不安稳，所以耶稣就到海边船上，好，耶稣就在海上的一艘船坐下来，哈，好，那所有的群众呢，就是岸上，好，听耶稣讲道，那耶稣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救主，啊，他道成肉身，他深知到每一个人人心，这么多人里面要听他的话语。我们刚刚讲到说撒种播种，这个种子是什么呢？这个种子就是上帝的话语，大家都在要拥挤耶稣，所有那么多人要听耶稣讲话吗？是吗？这么多人围绕着耶稣，那耶稣怎么讲的这样？因为耶稣看出当中很多人并不全然，耶稣讲的话语，耶稣在传什么？天国的福音。但是很多人来，各式各样的人，心里各有不同的动机来找耶稣的，有人要病得医治，有人想要吃面包的，啊，有人想要得着那个智慧能力的，有人想说，耶稣到我们家来分配一下财产，哦，财产分配不均的，很多要求。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心态，有些虽然说
耶稣你赶快来到我们家来，好，帮我们分配一下这个财产，我父母留下的财产，我兄弟呢跟我摆不平的时候请耶稣，想说哦，分财产钱很多，但是呢耶稣讲这个心里实在是贫瘠，尤其呢又是那个有钱，但是呢那个钱世上的钱很快就过去的，耶稣也讲到一个比喻，比喻是什么，一个奢华的财主跟拉撒路的拉撒路，奢华的财主跟拉撒路，这个故事大家圣经里面耶稣的比喻还熟吗？财主呢每天宴乐大摆宴席，可是拉撒路像一个乞丐一样，哎呀就在桌子底下捡那个掉下来的穗子来吃，而且呢身上还长了疮，长疮，那个狗去舔他的伤口，多么的可怜。他很多对很大的对比，一个财主摆设宴席，一个乞丐在那边乞讨，难道最后的结局，时间终于到一刹那，世上的时光一刹那就过了，到了那一天的时候，财主在那个水深火热当中，不灭的虫，不灭的火，不死的虫，在那边非常的痛苦，远远望过去，拉撒路躺在他祖先亚伯拉罕的怀里，有一道鸿沟，就是看得见，可是过不了啊！你看看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生前享受，然后身后在受苦，拉撒路真受苦，这是耶稣的比喻，让我们说有智慧要预备心，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是青年传去的时候问他说，哎，那你想想看，如果在这个世上呢，你看看有拉撒路跟财主，你们要当哪一种人呢？这个我们的青少年比较聪明呐、啊。他说：“我活在世上的时候要当财主，我回天家的时候要当拉撒路。”还没有成熟的，还没成熟的哈。好，我们回天家呢？天家如何是根据我们这边是先修班，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在世上的生活先修班，先修好，以至于将来我们到。天国跟神同作息，跟神同生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习惯在当中只是先修班，先预习预习生活一下，所以呢很重要。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因为这个攸关永恒的事情，不是世上短暂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这个心田这个土地要贫瘠的要改回沃土，那我们心里面的呢这个贫穷的灵呢也要改变一下所以呢要开垦心田，化贫瘠为沃土我们看到这一张图里面真的是慢慢在泥土里面慢慢的花苗长出来只有能够在肥沃的土壤里面才能够很顺利的一气呵成的，可以可以播种，也可以长大发苗，长大收割，但是呢很多时候撒种，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撒种的不一定会发苗，有吗？刚刚读的经文呢，撒种不一定会发苗，发苗的呢不一定会长大长穗，不一定中途就枯干了长穗的话可以收成吗？也不一定，有时候是空心的所以呢这个刚刚所说的四种心田里面呢硬土要去松土那个浅土的呢要去给它松土之后才能够扎根，扎根之外呢在成长当中呢我们不断的要除草才能够成为沃土，我们这个心里面一样，心田心里面内心的这个田地呢能不能容得下上帝的话语呢？一定的这个松土扎根除草才能够成为沃土，上帝的话语才能够装到我们的心里面，才能够起作用，不然是听雷或者是台上上帝的话语对我们讲对牛弹琴，听不懂听不懂所以我们要检视一下心田的光景刚刚已经类似检查了路旁的议题不明白的反梗的充耳不听的有进从这边进从那边出有听没到的
这个实在是叫做路旁的话都扎不进去，确实我们当中或者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是说跟我们回应是什么，没事的啦，信大行搞拢好了，劝人信教很好了，劝人为善而已的，信什么都一样了哈，最后就是要归西天什么的了哈，爱人一死白了，这个太多了，要不然的话就说不行哎，我们家是拜祖宗的哎，所以呢我不能背叛我们祖宗哈，甚至呢哟，你不要说这个以为水平不够哦哈，甚至我们住家附近的也都是老师级的哈，我跟他传婚的时候不怕多了，没办法的，因为我已经答应我婆婆了，我已经答应我婆婆了，她的那些香火那些新珠白呀，那个已经给我了，我一定要给她拜到最后一刻，我说啊，你拜完之后呢，你不在的时候怎么办，那就不管她了，她跟我讲不管她了，我说现在的儿女没有人要承接你那些那个排位什么的，那个那么复杂的东西，水平很高的老师他竟然跟我讲不管他了，婆婆交代给你的，你那么遵守诺言交代给你的，对，他说我承诺就到我这一辈子而已，至于我不在了那就不管他了，儿女都不在身边都在国外，所以你交给谁，一样的更糟糕，我说你不能尽快的处理吗，我说你现在来信耶稣就有办法来处理你那些你那些牌位，耶稣帮你处理好，所以呢真的是路旁的硬土辛苦啊，传福音的话辛苦啊，讲不通的，还有呢这个土浅的石头地那是短暂的凭感觉的，是有点是像一个说一个蛮肤浅的哈，这我朋友也是哦，信耶稣哇很好啊，哇有吃有喝的非常啊，团契里面小组里面非常的好，可是呢哇很好的时候顺便做个生意哈，这边保险买一张那边大家都买了，还是有些不买的没生意可做了，换跑道了啦，我说呢我说怎么这么现实啊，你是信假的是信真的呢，没信耶稣没事情，信了耶稣怎么问题这么多哈，什么做生意这里也不顺那里也不顺，我说那个不是信耶稣，那个是原本你的已经存在的只是还没有显露出来的，你现在显露出来不是因为信耶稣，乃是你早早已经埋下那个祸因在里面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明白这个土浅石头地的，所以需要松土，需要那个根，就是把上帝的话也真的是装进去啊。所以我们开设的这个社区活动里面，这么多将五年多了哈，将近五年了哈，也看到很多哈。那一天晚上，我跟师长泡汤回来的时候，也又遇到一个之前我们社区的这个老姐妹，我又叫出她的名字来了哈。哦，我说，姐妹，我知道她喜欢面包，我说还要面包，师长说礼拜天再来拿，礼拜天做完礼拜再拿。好，我也真不好意思，因为师长这么跟我定规，就以后这个有资源的话优先留给我们有来做礼拜教会里面的人优先给，当然啦，有好东西当然是留给我们最亲爱的人嘛，对不对，是啊，那其余的人呢那在有多余的时候再给哈，那因为资源都是有限的，不是多到随便拿的，没有的哈，拿面包也是很辛苦的，师长也是哈，花时间花体力，晚上或者是白天电话来了就要去拿，恩典免费的吗，说是免费的吗，对，没有错，人家白白送给我们，但是呢时间体力开车出去，车要油钱，车要那一天开出去面包店，车子竟然花不动了，所以面包呢赶快全部送给人，当下当机立断送给我小叫我小姑处理，他赶快叫拖车来拖车，你看看贵不贵呀，很贵的，好几千块啊，拖车就好几千块了哈，修理换了什么更贵，好几千块了哈，面包，所以面包也是很贵的哈，这样子的一个那个姐妹，她说好好好好，
然后昨天我又出去倒垃圾的时候，哎，看到他在那边哈、哦、运动一下的时候，我说，哎，姐妹，礼拜天有没有确定呢？我只讲到这句话而已，我不敢跟他说为什么我要问他确定，如同大家我一样，有没有确定要来？为什么要预备便当？啊，所以那后面我都不敢讲，我说有没有确定，都是给他两份便当的。最后呢，你知道我们那个盒子的便当，最后呢，他嫌说便当纸盒子还要丢垃圾麻烦，拿了便当自己的便当盒，一个便当三个大，好大的哦！我看了说，拜托啊，你是整个礼拜都是要在这里靠了这一顿吗？哈，两个大的便当，一个三个大，但是呢，我也没话说了哈，所以呢，我就昨天晚上出去的时候就问说，姐妹有没有确定要礼拜天要来？因为他要吃鱼。不但是面包，我们还有多余的其他的哈，哎，有参加小组的，有长礼拜的，就知道我们的资源多有东西。竟然在当下说不要，我说哦，感谢主，很好，谢谢你，哦，谢谢。因为对我来讲的话，哎，礼拜天因为时间很急迫的哈，多给你预备的话，他预备的话啊，虽然现在是孤单一个人，是当下是一个怜悯心说。儿子已经送到机构去了，所以一个人的时候孤单，进来吧，有彼此，因为是想要，并非说很需要。为什么？都有退休俸的，有就是想要，并非说很必要的需要啊。没有也过得很好了，有过得很好了，只不过说盼望你可以进到我们当中，不要孤孤单单的嘛。进到我们当中，多结交一些朋友，一个互相扶持，不要就一个人在家里面摔倒，半夜摔倒到天亮才叫救护车，或者是什么问题的时候你打电话都求告无门了，那打给儿子呢，远在天边，他等很久，叫救护车的时候也没有人帮你开，把这个福音传给他，这个在教会里面，大家弟兄姐妹在一起，好，在一起的话，我们的心里面更新，就是说常常一起一个团契，就是一个资源，一个资源，不是说只有物资就是资源的，我们的一个彼此关心也是一种资源，互相的能够互动，互动，说说话，谈谈心事，连接在一起。你家有什么困难什么的话，彼此代祷，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网络，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虽然每个人都很辛苦，但是呢，因着弟兄姐妹彼此的连结，可以让我们度过这样子一个难关，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主里面活出那个喜乐。环境没有变，但是我们内心改变，我们内心敞开，可以踏出来，这个就是心田改变，那个贫瘠的封闭的给它敞开来，敞开来。还有这个旌旗里面的这个，曾经我讲过很多的一个例子里面，人生道路里面，像都一样的，这个就有一间教会很蛮大的，几百人教会的牧师，他也很不了解，就是一个心里面这个卡住了，终于有机会呢，讲到完毕的时候，有机会就找了一个姐妹说，问一个姐妹说，请问一下哈，你先生就是你的弟兄呢，为什么每次我讲到一半的时候，你弟兄就起来哈，就往生就走出去了呢？好几次都这个样子。牧师在问姐妹，姐妹也是很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牧师说，是不是因为我讲到讲错了，或者讲到讲不好，所以他就走出去了？姐妹呢就很不好意思说，牧师不是，你不要误会，那个我先生这从年轻就有这个毛病啊，他睡到半夜还会梦游啊，所以呢，睡到半夜还会出去梦游，所以呢，牧师讲到讲一半的时候，他也睡到一半哈，所以感谢主哈，所以不要误解。好，那讲到这，季妈妈当时信耶稣的时候也是哈，因为信了耶稣，他刚刚好他在那个台中第二市场里面，只要过个马路就到了教会了哈，过个三民路哈，就是一条三民路而已，过去就是教会了啊。好了，信了耶稣总要做礼拜嘛，
百忙中抽空，哦，他是在做生意的，哦，早清晨四五点就开始做生意的，哦啊，做生意不是很简单的，哦，是要用心机的，哦啊，这个季妈，哦，他是好胜心很强的，哦，他别人卖的一次卖五箱，他要卖十箱的人，他要拿第一名的人，哦，他是这样子的人。所以呢，聚精会神专一的做生意的人呢，哦，去到因为信了耶稣，哦，总要去做礼拜，所以抽空去到教会里面，哦，太舒服了，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哦，马上睡了，哦，哎，那牧师也很宽容他，体恤他，他真的很辛苦，因为都是清楚的，过个马路就是第二市场那边，很辛苦，哦，清晨四五点就开始，哦，经商，哦，卖水果的人，哦，就开始处理劳力的，哦，所以坐到礼拜堂，哦，睡了，哦，很香甜，哦，那个时候是七十岁左右吧，六七十岁的时候，听不到像路旁的，哦，像石头浅地的，或者是像荆棘的那种土地，哦，但是呢，哎，有长进，有改变，哦，你看看，哦，现在呢，虽然现在耳朵都不好了，讲什么他也听不到清楚，哦，中听的国语也听不懂，但是呢从来没有打瞌睡，哦，哎，真的，哦，你看看，哦，他甚至呢，哦，以之前的话我还没开始牧会的时候去别的教会里面听到说，哎，牧师讲什么我都听不到，但是呢讲得很精彩，牧师讲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是呢牧师讲得很精彩，哦，为什么，哎，看动作表情，哦，所以感谢主呢，你看他说，哎，不能只有光光文字，啊，要一点图片出来，哦，哎，所以，哦，包括我们的黄长老也是，我跟黄长老说，哎，你们去你们教会讲到预备什么，哦，以前长老讲到的话可能只有一张 文字稿而已，哦，现在不但是弟兄姐妹们，哦，有福气，哦，我们也得福了，哦，讲也得福，为什么，学了很多功夫的，哦，黄长老的那个 PPT，哦，做得更加精致更加美，哦，秀出来了，哦，真的不但听而且看，哦，所以看，哦，真的是彼此互相造就，互相的成长，哦，感谢主，哦，所以呢不管是硬土的这个石头地，这个是啊，或者是被荆棘缠住的，特别被荆棘，通常这个时刻我们往往真的是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啊，还有眼乐，啊，就曾经我过去也是一个总皇帝建设公司的总经理，东海大学一路上都是教会学校成长，在求学大毕业的之后呢，出来啊，房地产那个时候景气很好的建设公司的总经理，什么都来啊，槟榔酒啊，什么通通来啊，然后跟我讲。信耶稣真的很好，信耶稣很好，他这么跟我们讲，我们这是当时他的员工，信耶稣很好，他也知道我是信耶稣的，信耶稣非常好，一定要信耶稣很好。我看着他啊，你现在怎么，我说等一等，我现在还是暂时我有信了，但是我还不能遵行了，为什么，信了耶稣之后喝酒了，不能再去 party， 不能再去哪里，不能再不能再好多的不能，所以呢，信了耶稣不单是说不要停留在得救，我信了耶稣，我得救了，罪得赦免，我得救了，天堂的门票有了。主耶稣不要我们停留在这个阶段，他要我们得救之后还要有得力，生活有力量，而且呢，成圣的生活，得胜的。圣经里面特别在启示里面一直讲。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冠冕，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冠冕，得胜的要一同与我同坐席，得胜的。所以呢，我们的生活一定信了耶稣之后不是停留在得救的阶段，只是来来做听听，哦，上帝的话啊，回去就什么都没有，就一个礼拜来，就好像我们的种子里面看得见的这张土，看得见的茂盛是根据他底下的功夫，底下那看人看不见的，今天你来参加礼拜大家都看得见，那今天你在家里面你的家人可以看得见，那你自己的生活里面呢，谁看得见，自己知道，上帝也知道。所以呢，不要一个礼拜只来听一次道，现在太方便了，手机里面把上帝的话语，诗人说我把你的坏，把上帝的坏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神。把上帝的坏要存在
当你哪一天需要用到的时候，电脑你储存的东西，当你要的时候，你就马上调出来。好，你需要一句智慧的话，你需要解决目前的难题。放心，我资料里面，我需要用到什么？有，我有工具储存在我的档案里面。我需要什么？有，上帝的话就是宝贝，上帝的话就是你的武器，上帝的话就是你的财富，上帝的话就是你能力的那个资源的一切。你需要什么东西？甚至当我们记性不好的时候，圣灵，耶稣说他差派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随时为我们带到，随时引导我们。东西放在，资源在哪里，你要走哪一条路。这个礼拜三我们读了箴言，好，戏剧圣经里面读箴言三章里面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我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认定我们的神，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看看这个妙真的座右铭啊，很棒的哈。好，上帝的话就是这么的宝贝，如同那个种子播在，是我们的心能不能接纳，能不能让它更加，我听了种子在我，上帝的话在我心里面的，没有行出来，那还是一颗种子留在那边，卡在心头，卡在心头，让人很难过的，吃东西卡在喉咙吞不下去，很难过的啊。除非说好吧，那就给飞鸟吃掉了，当飞鸟还没吃到，被荆棘缠在那边缠住的时候，你左右为难了，一方面是上帝的话，你说两边在那边挣扎。就有一个印第安人，他们有一个习俗哈，说一个小孩子长到12岁成年礼的时候，要接受酋长的一个教导哈，培训，特别的培训啊，就有一群孩子正在成长，长登大人的时候，长大人的时候呢，然后这个酋长就告诉他们，在你们人生当中，你们的生命里面有两只狗，哈，一只是好的狗，一只是恶犬，哈。两只狗常常会在你心里面打架啊，看哪一只打。最后呢，生命里面就是不断的在挣扎。那就一个青少年就问酋长说：“打来打去，到底是谁胜了？打来打去，到底是哪一只胜了？好的好狗还是那只恶狗？哪一只？”酋长就告诉他：“你常常靠近，你常常在养哪一只？你的心里面常常顾念哪一只，养哪一只，那一只就得胜。”所以呢，我们小时候也读过哈，心中两个王，一个是天国的王，一个是魔鬼王，两边在心中打征战，哪一边会赢？要遵循上帝的话，还是要跟着世界的潮流走出去？看到人家哦开个名车哦，看到人家每天去宴乐，羡慕了哈，不要那么肤浅。我们活到这一把年纪，年轻人也许会羡慕，还不晓得羡慕到最后得不到的话就嫉妒。所以生命里面要被雕塑，圣经里面两个王，一个是扫罗王，一个是大卫王，他们在很接近的时刻里面同时被高立为以色列。这个扫罗王呢，被高立之前他也躲藏隐藏了一下下，隐藏在一个器具里面，大概几个小时就被抽签抽中了。扫罗王说有问上帝说王在哪里，躲在什么柜子里面，抓出来哦，找出来了哈，当王了。好，大卫高立为王的时候十几岁，青少年三十岁的时候才当王。这期间呢流离颠沛，他的心中没有埋怨，他说上帝你不要高立我为王，我过得很快乐，你高立我为王的话我就被扫罗王追杀。甚至呢在那一次大卫杀死哥利亚的时候，大巨人哥利亚的时候，哇，这个妇女呢，以色列妇女就唱了什么，做了一首歌，在那边唱歌跳的时候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大卫听了之后呢，不以为然呢，可是呢，另外一个听也听下来，心中纠结，追杀大卫，嫉妒，追杀，仇恨，一样的，我们那个心田里面被这个嫉妒一样的，就是好像荆长在荆棘里面，没有办法成长。一个嫉妒的心态，就是我们这个心态，心态呢，如果嫉妒了，就好像是
五岁的小孩子耍赖在那边，旁边的人也会受你影响，自己呢也很受苦，那个毒害毒根荆棘遍满在整个心中的时候，那个多纠结啊，心中多纠结多难过。感谢主，牧师也经历过这样，哎呀，遇到这个这么会嫉妒的，遇到这么的一个纠结到看他，看到他哇，像五岁的孩子在那边耍赖。我说拜托，一个大人就是因为嫉妒，你那个反映出来的行为就是真的很不成熟，好像那个幼苗就在那边耍赖，最后真的哭死了，心中里面。所以我们这个心田要开垦成为沃土，一个阳光型的种子进来的时候，上帝的话语的时候进来，我可以接纳，不但接纳，我愿意去执行，而且呢，不单我自己得益处，我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感谢主哈。好，所以那坐在好土里的，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好吗？哈，那坐在好土里的，就是人聚得到，持守在真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没有人点灯用气瓶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隐藏的事没有凸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至少。这一段话就是刚刚牧师所讲的那些见证，点着了灯，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看得见，不要隐藏，我是基督徒，不用隐藏，大家看得见，从 不是仅仅从我们的口中看得见，从我们的行为看得见，你是真基督徒还是哎呀肤浅的基督徒，还是挂着羊皮的，别人看得见，别人是谁呢？还没信耶稣的人都能够看得很清楚。图上的这个这一幅图里面呢，这个苗的成长过程呢，上面的、下面的，有隐藏看不见里面呢，都很重要，都很重要。所以呢，点灯要发出光来，就是给人看的哈。还有呢，那个隐藏的事情。隐藏是什么呢？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一些见不得人的、不得见人的事情，那些羞耻的事情，我们就是神不要我们做那些事情，神要我们的心是积极向上的，是光明的、是没有那个显那个隐藏的不能见人的事情、是可以摊开来的，这个心里面的一个沃田，心里面的沃土能够让上帝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不断的成长，自己得益处，别人也得益处。那我今天后面还有呢，我们还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讲这种四个比喻？为什么撒种的人不撒在好土，还要给他撒到路边去？是不小心吗？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来一起来分享，为什么一个撒种的人，像牧师绝对不会去给他撒到路边去浪费种子，种子也很宝贵的，但是为什么耶稣会说一个撒种的人撒到路边，撒到荆棘里面，徒浪费种子？下个礼拜我们再来分享这一段信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保守爱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被主你所占满，被神你的话语所充满，让我们的心眼目就是专注定睛在神你的里面。谢谢主，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常常浸泡在你的话语里。主耶稣，你也邀请我们住在你的里面，我们也要住在你的里面。主啊，让我们连结在一起，与主永不分离。主啊，像葡萄树，葡萄枝子与葡萄枝子永连在一起，主，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常常在你的里面，我们永不与你分离。主啊，连结在一起，我们活出才能够活得精彩。谢谢主，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